放卡牌到目标位置，开始折阅部队。正在待命。请滑动屏幕，改变你的可视区域，点击地面移动至目标位置，摧毁敌方部队。登上。请继续前进，沿路线向敌人发起进攻。谁出发了？想要我干掉谁？使用生物立场，可以恢复我方部队生命。信号很清楚，想要我干掉谁？正在待命。使用枪林弹雨，可以对敌人造成毁灭性打击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同意，一定完成。这里是敌人的三处基地，我们的目标是摧毁他们。我这就去。请继续前进，沿路线向敌人发起进攻。我去看看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与敌人交战。同意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，摧毁敌方基地。非常好。摧毁敌方基地。同意。一定完成。摧毁敌方基地。信号很清楚。拖放卡牌到目标位置，开始折阅部队。陆战队员前来报告。指挥部队摧毁前方的雇佣军。正在待命。陆战队员前来报告。如果回到基地附近，我们就能收到治疗了，指挥官。陆战队员前来报告。建造挖掘场可以提升矿物的获取速度，点击这里，点击目标位置，建造精炼塔。同意。已占领能量工厂，
接下来请配合队友消灭敌人的部队，摧毁他们的基地吧。前来报告。升级科技可以解锁高级卡牌，点击这里。我这就去。正在待命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去看看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与敌人交战。信号很清楚。基地遭到攻击。基地遭到偷袭。快使用紧急召回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与敌人交战。这就是我的使命。敌人正在攻击我们的一处精炼塔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这就去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去看看。信号很清楚。同意。这就是我的使命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与敌人交战。遭到攻击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我去看看。正在待命。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实战演练，点击对。